就台长，就是那个我看丹参片有两种，一种是那个叫丹参片，还有一种叫复方丹参片、嗯、那么吃哪种效果比较好呢？复方丹参片呢，它就包括呢另外一种作用了，就是比方说啊，丹参片呢它纯粹呢是啊活血化瘀，明白吧？活血化瘀、嗯嗯、那就是帮助人呢血管里边不要长瘤啦，血管瘤啦，还有呢血管呢不要老化啦啊，能够就等于帮你一直在疏通你的那个血管道啊，像清洁工一样，而且呢不会长瘤，不会长癌症啊，尤其呢到了心脏的地方呢，它帮助你疏通你的心脏。复方丹参片呢，它就是另外一个作用了，加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作用之外呢，还有一种专门治你的啊脑血栓已经堵塞的，它帮你增加它的流量，刺激它，明白吗、嗯、让它疏通。所以很多人呢脑子有点糊涂了，讲话讲不清楚了啊，说他中风没中风，但是呢整天呢话讲不清楚，手发麻，这种人吃复方丹参片呢很容易好。还有一种人呢、嗯、就是已经脑血栓之后啊，要恢复期间也是吃复方丹参片。嗯，复方丹参片实际上跟丹参片差别呢，就是它增加了好几味药，就是让它来刺激它流通快，血液循环比较快、嗯、所以血压很高的人呢啊吃一般的丹参片，如果血压、嗯、啊不高的人呢可以吃复方丹参片，明白了吗？哦哦，嗯嗯，感恩台长开示。嗯